哎哎，卢大长，我可不可以再请问一个我的儿子哈？2010年属虎的。2010年。2010年属虎的。属老虎是吧？是老虎。你想看他什么？讲给我听。因为他到目前都还不开口说话。哦，看到了。哎呀，就是你钓鱼的缘故。是我钓鱼的缘故。业杀的蛮多的。我如果现在我赶快把这个业障消掉，它会好一点吗？会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要他讲话，你要他讲话的话，你至少780张。哦，要他个人780张。对，而且我可以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这个一定要想办法的，你一定要想办法叫人家帮忙了。你一个人自己要拼命的念，还要叫人家共修会的人帮帮忙，你否则一个人真的不行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孩子不是说不一点不会讲话，也会叫的，也会有声音的。那就是他个人，我就要想办法帮他画780张。对，然后我刚才我个人的要380张。对，这样子哈。你除了自己念之后，你要最好找个亲戚啊、朋友啊帮你啊，怎么念？我老婆也会念呐。啊，就两个。我跟他讲一下。叫你老婆帮忙。好，你看我老婆干嘛？然后我现在目前的功课哈，是17遍的大悲咒，21遍的心经，49遍的往生净土神咒，49遍的解解咒，然后3遍的礼佛，这样子够不够？够了，你倒是蛮好。够了哈。你现在如果你过去不杀生的话，你这么念的话，你会现在好得不得了了。这样子，你就是因为杀生的业现在已经受报了，明白了？太重了。OK， 那我先就这样先念吧。先念，你好好念，啊、你念坚持念、啊，念了之后感动天地，你可以跟观世菩萨说：“菩萨，你让我眼睛视力也先恢复啊！啊，我会一直念下去，我还会渡人。”啊，利用你自己一些条件，你可以多多度人的，明白了吗？好的，那台长，我的炼金质量还可以吧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你要是不好好念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在早就没命了。前年有一个很危险的事情，差点没命。应该是2013年了。对，2013年，2013年那一年，我真的是。已经可以说走了鬼门关了啊，就鬼门关了，已经去了，已经去了鬼门关，所以我就跟你说，感恩要菩萨，感恩卢台长，好，感恩卢台长，把时间给别人哈，感恩感恩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感恩，再见，你看这些台商啊，在中国的台商，他们也是修啊，也是要修啊。